假借抢王，假冒抢劫钱财，蓄意销毁之所，说这事儿，现已呢杀死。哦，说想财物呢，已经归还原了。不是说小鬼子干的吗？对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
宫本善二，关东军第108师团中队长，步兵学校毕业，射击精准，能击中800米之内的一切移动物，曾在战场上击毙中国士兵36名，是同期学员射击比赛中的第一名。这个人我知道，但是他没有山地作战经验。山本宁次郎，关东军第17师团上等兵，步兵学校毕业，曾在淞沪会战中击毙国军狙击手5名，士兵76名。作战经验太过单一了。松下中山，还有吗？一共17名，都是关东军里的王牌枪手。你这里面没有代表中意的人选吗？对付那五强，这些人真的没有十足的把握。哎呀，鬼冢镇步兵学校射击专业教官，是大日本帝国独一无二的枪神，也是我的老师。要想对付那家，只有靠他了。参谋部的吉冈一郎，很抱歉这么早就过来打扰你。奈奈哟，还苦耶。您的学生井上少佐来电，告诉您矢野岩三郎大佐死了。就是多次请您到满洲侥幸的矢野大佐，还没等来您，他就被悍匪给剿了。死在同一个枪手的枪下吗？嗨，这是讨伐队新任长官前原家彦大佐给您的电报。前原家彦，就是那个御酒师的侄子。嗨，大佐，鬼冢镇这边回电报了。怎么说？请大佐另请高明吧。哎，他不肯来吗？不是，只是他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。什么要求啊？他说如果他来了并成功打败了那武昌，他要求说要求大佐辞去这里最高指挥官的职务。大佐，这是个无理的要求，请大佐拒绝。我给他准备两样东西，马上叫人带给他。如果他还不肯来，嗨，耶二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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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立定，向左转。敬礼。不是，你们这不是夸我，你们这是扫嘎我。别讲了，来放下。不是，都放下，再不放下给你们磕一个了。武昌兄弟，
现在你这枪王的名号，方圆几百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最近这小鬼子老实多了，尤其那个叫普天的，躲在白家村工地里头，他都不敢露头。这个街上那些小鬼子也不敢随便溜达，都是咱们那个枪王通姐管用啊！啊，都是武长兄弟的功劳。来，大伙儿呱唧呱唧。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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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啥也别往我头上扣帽，啥武枪王武长了这？这帽子太大了。光说不练等于白干，你这枪王名号叫到玉皇大帝听见都没用。我跟你们说，当时我弄这个通牒，就是充其量就是一个告示。我啥意思呢？我就想告诉小鬼子，谁厉害，谁敢冒头，我就弄他，就这意思。所以说，咱们现在是一遍两遍可以，这多了这小鬼子也就皮他不管用了。哎，武长兄弟这句话说的对啊。通牒的作用是什么？发动群众，制造声势。但真要想给小鬼子造成震慑，必须得有进一步的行动，是吧？进一步的行动，那欠咱们血债的小鬼子多了去了，就指名道姓的，用那个枪王通牒，一个一个的敲打他们。这话说点上了，谁露头咱们就弄的。还是那句老话。对了，接替石野英三郎那头叫啥？前原家宴。弄他。弄啥呀？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说起这个前原家宴啊，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难捉，在弗兰那儿。明明已经搜出了那部电台，但他非是指鹿为马，说那是苏联制造的电子管收音机，结果电台也没拿走，人也没抓，你说他是不是居心叵测？这事他应该是看你们老爷子的面子。不可能，我觉得他要不就是非常狡诈的对手。报告。又是你，前原大佐用军用飞机给您带来两样东西。有什么事，快点说。这是他送给您的酒。这是他给您的亲笔信。你明天一早过来。进来，尽快安排车，我要去满洲。别说张政委，你这枪打得准，字儿写得也漂亮。你说我就想有一天我能认识这个字儿，字儿也能认识我就好了。那等着抗战结束了，你来教我打枪，我教你认字儿，怎么样？别忽悠我了，小鬼子到时候都打跑了，你还学打枪，我还学认字儿干啥呀？你别说，真的打起小鬼你还真不含糊。咱俩就别跟这儿互相忽悠了，待会儿我带你去见个人啊。谁啊？见了面你就知道了。啥事儿？这边这边，到时候你说。大老远来了。哎，你看那谁？那不二双吗？咋来了？我这儿的伤员可全靠二双姑娘照顾呢，去打个招呼去。二双。武长哥，不是你这女孩家家，你这血不拉碴，你干啥玩意儿？
别看了，他没来，就我自己来的。他咋不来呢？不愿意见你呗。不是他来他的，这生我气是，不是一回事儿啊。张政委说了，现在满大街都传枪王就是你那无常。我姐一听这个，说啥也不来了。他说了，他这辈子最见不得你两个时候的样子，一个是你嘚瑟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就是你倒霉的时候。不是，他说这话啥意思啊？这你都不懂，你怎么不好好想想，过去的那些日子，你都啥时候想起我姐来了？啥时候？要么就是你高兴的时候，进门就把人扛走了；要么就是你走背字倒霉的时候，进屋就开始发酒疯。武昌哥，像你这样，哪个女人能受得了你啊？不是，他这话是他让你说的啊？这话是他说的，可是他没让我告诉你。是我自己想说的，不是你自己，你想说，你说这话啥意思啊？什么啥意思啊？你咋就听不懂呢？我是想告诉你，我姐她生你气了，要不然说我姐不待见你，你简直就是个木头。哎，二川，一个脾气比一个大，这姐俩越来越像了。戴总，大总，我已经按照您的指示去车站迎接我的老师，可是没有接到人，他也没有回到驻地。你的老师不会失信不来了吧？大总，我马上带人去找。非常之类，一定有非常之举。算了，不要去找了，先去休息吧。嗨。戴嫂，这个鬼总正明明知道你去接他，却故意消失不见，他是什么意思？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找我的。戴嫂，这个鬼总正你可要加加小心，此人做事凶残，不计后果。上次有个年轻人绑架了佐佐木将军，派他去救援，他竟然一枪穿透了将军的锁骨，将绑匪击毙。为达目的，不择手段。我需要这样的人，他来到这里同我之间是有交易的。他的要求一定很过分，但是正合我的心意，所以我答应他了。之前我同师爷说的话，我今天也同你讲一遍。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，重要的不是我们肩上的官衔有多高，而是我们的脑袋是否还留在肩膀上。对于这个鬼种阵，我还是有信心的，所以全力配合他吧。嘿，二双姑娘的意思是说啊，这解铃还需系铃。大双姑娘可是我们独立大队努力争取的抗日积极分子，这不你惹人生气了吗？大双这性子太烈，像个爷们似的，人家是点火就是他点水都着。我这么问你啊，郭家这两姑娘确实都不错。但是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谱啊？不是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二双姑娘看你的眼神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？不是张政委，你说啥呢？你就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这两个姑娘你都喜欢了？不是你把我拿武昌当什么人了？我告诉你，二双这儿，要不然我是她姐夫，要不然什么都不是。骗你啊！不是张政委，你这一直在给我这瞎咧咧，你是不是觉得你个男女之事，你这特别有经验？我当然是比你有经验了。你对九枪八是不是有意思啊？上次他一看你那眼神，你直接咔咔背过来，哎，对对，就这样，还擦眼镜，啥不敢看人家？你别跟这胡说八道啊！啥？哎，不是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别客气，能理解。那听我跟你，不是你和我说啥？你和我说得着吗？不是，我不必须得跟你说说，我还正想找人唠这事儿呢。看不出来，巴结你呗。巴结我？嗯，是让你命好，找一个好姐夫不是？拿着吧，你一根，你姐一根。胡三儿，咱俩可说好了啊。
我试试白痴，你甭套我话。看你说的，你个屁孩还能图你点啥？顶多不就是在你姐面前说点好话吗？好话也不说。得得得，白痴白痴。来，屁孩，这边坐。屁孩啊，我可听说这长白山出了个枪王，连日本人都怕他。你姐夫这本事应该不比枪王小吧？猴三，咱俩可说好了，你甭套我话。哎呀，其实吧，我跟你这姐夫呀打过照面，那本事大了去了，简直是大铁牙。再说了，能把你姐这匹倔驴、不是烈马给降服了，那得是什么人啊？兴许啊，你姐夫就是这枪王。看，让我说着了，对不？猴三，我姐夫要真是枪王，就刚才你那么胡咧咧，我就让他枪崩了你。哎呀，我也就是瞎猜的，好吃下次再给你买啊。我有事先走了。方秋子，你姐夫你真不经念叨，刚才提到你了呢。提到我啥玩意儿？后面藏了啥？没啥，啥没啥，看见了，拿出来。是不是吃人家嘴短来着？我就拿了他串糖葫芦，没吃。哎，小兄弟，刚才那小子都跟你说啥了？没啥呀，就白拿了他两串糖葫芦。我跟你说啊，那小子可是小鬼子的威保长，跟他说话你可千万得小心点，不能啥都说，记住没？记住了。舅子听好了啊。你姐夫是枪王，枪法准得很。你想吃狍子肉、野兔肉啥烧鸡，跟姐夫说，以后不准拿那种人东西，听见没？嗯，听见了。去吧。哦，对了，你姐嘞？一大早就被人叫走了。谁呀、啊？叫什么？九什么八。姐啊，想找我唠啥？找你唠男人，找我唠男人。哎呀妈，姐你太有意思了你。那我见过的男的还没有咱寨子里的这些兄弟多呢，你找我唠啥男人都没用。我见过的没有一个稀罕的，好容易看上一个吧，人家还不稀罕我。说张政委呢吧，对不？知道我为啥找你唠了吧？妹妹，我觉得你老厉害了。你看啊，纳武常是啥人？枪王啊！你连正眼都不夹他，他还每天围着你转悠，佩服你，太佩服你。我就不行了，人家喝大了，涂了一身，我伺候人家，啥样爹份的事儿都干了。把人家收拾利落了，人立刻就飞了，头都不回。大双，啊，你说我做女人是不是特别窝囊？不是姐，你真说啥话呢你？人家可能是张政委不好意思呢，你听我的，你亲口问问他。没用，软的硬的都使了，我知道。哼，他瞧不起我。凭啥呀？他凭啥瞧不起你呀、啊，姐？不，咱差啥呀，姐？就你这脸蛋，你这身材，差啥呀？他嫌弃我，他嫌弃你啥呀？他嫌我身子不干净。那啥，姐，你这越说越下道。你这，赶紧撤菜。好了，不聊这些都不开心。说你吧。你跟闹不长咋样了？花生米挺脆啊，姐。来，大帅，我劝你一句啊，这过头的话可以说，过头的事儿可千万不能做。像你上次跟三龙，就是做过头了。姐啊，你跟我掏心窝子，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。那闹不长心里有我吧，我知道。
那我心里有那五常的，大家伙都能看出来，对不？嗯。咱俩这事儿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就一到那关键口吧，哈，就总出幺蛾子。最近吧，我也合计了，俺俩可能也就像人的老话说的，就有缘无分吧。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。我就奇了怪了，你说这九枪八找郭大双能有啥事儿啊？啥事儿？郭大双就跟土匪一样，拉他入伙呗。别开玩笑了，大双姑娘当土匪。有人在这埋伏，有脚印儿，草味也是新的。这条路咱们刚才走过，我们路过的时候他就趴在这儿。不对，我应该能感觉到，除非是个高手。怎么回事啊？小赵出去贴枪王通牒，牺牲了。每次贴通牒不都先侦查好了再行动吗？这到底怎么弄的？可能遭到埋伏了吧？埋伏？不能。小鬼子如果真的有埋伏的话，不可能杀人，一定会留活口。不认为啊？让我看看。小鬼子杀人应该用枪，这兄弟身上一个枪伤都没有，鼻子里全是血，是被人活活打死的，身上的关节一个一个都被人拿掉了。我们在山里打山牲口，想留整皮子的时候也用这种手法，这是有人故意在跟我叫号，故意这么干的。尸体在哪找着的？同志们在城外野山坡发现的，抬他的时候身子全是软的，要不是因为肉还连着，那胳膊腿就全都掉下来了。旁边有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人？旁边小林他们发现的，已经人人旁边连个脚印都没有。上次在野山坡我们发现一个埋伏着的人，会不会是他？老爷，我让他们去看看去。Thank you.
通知兄弟们，由这条路别走了，进出抗联营地走别的路。为什么呀？跟我过来。这什么？这是我沿途放的夹子，我不想让人藏在这儿。现在被人全起出来了。什么人能把这夹子都起出来？不知道。但如果是小鬼子干的话，这个小鬼子很可怕。他肯定是发现了这些，然后蹲在这儿，跟着抗联战士在贴通牒的路上把他们杀了。老爷，告诉咱们自己的同志，以后这条路不能走。坏了，刚才两位同志就从这儿去的城里贴通牒了。糟了，赶紧去找。政委，什么事儿？我们在发现小赵的地方看到了石头，他也牺牲了。一半的同志到城里去给我搜，武常，你跟剩下的同志跟我在城外边搜，今天一定要把这畜生给我找出来。这是散落在街上的前往通牒，全都是血。这兄弟很有可能已经遇害了。你想，咱们出事俩兄弟都是在城里贴通牒的时候被害的，这死后尸首都被运到了城外，如果这兄弟也出事了，这尸首肯定会被运到同一个地方。同一个地方，那我们就去野山坡等他。
耍我们。他来了。乾元家宴，出来！乾元家宴，出来！就几个？嘿！乾元家宴，出来！乾元家宴，出来！乾元家宴。你的下来，乾元家宴，混蛋！老师，你就是乾元家宴。嗨，鬼塚忠志少将。我是鬼冢正。等了您好久了，不用这么大声吧？我，布隆，有什么话可以到里面去讲？我说要告诉大家，我是谁，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为大家做介绍吧，鬼冢正中佐。步兵陆军学校的射击指挥教官，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。这还不够，我为什么来这里？你对我有承诺。戴嫂，不要相信这个人，他就是个疯子，不要让他在这里胡言乱语。是的，我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我对您的承诺。我不能相信你，我让你把你对我说的话当着你的所有士兵说出来。不会，如果您愿意，可以同他们讲，您自己同他们讲。用那个来吧。乾元家宴说了，我鬼冢正如果帮助他打败了中国枪王，他乾元家业就辞去这里最高指挥官的职务。报告，兄弟们，安马的哥。乾元家业，我知道你
是靠你在天皇身边卖酒的叔叔，才有了今天。作为一个帝国军人，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种人。你有什么资格做这里的最高指挥官？你必须辞职。那是。住嘴！嗨，我期待着我辞去职务的那一天，因为那一天就是你胜利的那一天，也是帝国军人胜利的那一天。陈元家宴，哎，你们都听着，我来这里是要和中国枪王做一对一的较量，不需要你们任何人的帮助。如果谁多事，我就一枪杀了他。明白了。他奶奶的，铜钱还有没有了？有，都去拿来。是啊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去听。还有谁去？我去。我去。都去。不能去。政委，这是小鬼子跟咱挑衅呢，你要是被他吓唬住，那抗联还叫抗联了吗？别吵吵了，这王八犊子是冲我来的。一如既往。